访邻居们，谁有这本星座书？据说可准了，可我怎么一点都没感觉到呢？前天他说我是出游的好日子，结果我一出门哭嚓掉沟里边了，游半天游不出来呀。啊，这就是出游啊。昨天说我是大喜的日子，准呐，这是真准呐。我爷让我在家洗了一天的衣服，啊，这就是大喜呀。今天又说我走桃花运，这桃花运搁哪呢呀？这样，拔下。哎呀，桃花运来了。妈呀！别叫妈，叫小姑就行。小米粒，你是不是感觉到我想你了？啥玩意儿？哎呀，你在家干啥呢？刚做了几道菜，又研究会星座，还吟了一首诗。啊！去年今日此门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红，人面不知何处在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这么一会儿你还干这么多事儿，你效率挺高啊。那跟你商量个事儿呗。啊，啥事儿？等会儿呢，我有个朋友过来找我补课，那个能借你地方用一下吗？补课呀？啊，小学、中学、高中啊？成年人。成年雄性啊，也女的。欢迎欢迎，热烈欢迎欢迎。哎，对了，咋不在你家补呢？我家人多闹挺啊。对，俺家清静，就我老哥一个。那行，我现在就给他发个定位，让他上你家来啊。哎，那个小米粒，你看啊，趁第三者没来，咱俩聊会儿呗。行啊，聊呗。哎，但时间紧，任务重啊，抓紧啊！哎，预备，开始聊啊，聊啊，聊啊！你这是聊天吗？这不聊斋吗？行，那你想聊啥？你起头吧。聊星座吧。你啥星座呀？我属龙。我属虎，龙虎斗啊！我说的是星座，不是属相。啊，星座是吧？啊啊！我天上火。我大海水，这天聊的稀碎呀，哪也不挨哪呀。哎呀，哎，人来了！嗨，嗨，Welcome to here，Thank you。哇，你今天好漂亮啊！你今天也很漂亮啊！这不是为了配合教你学汉语吗？谢谢。小米粒，来来来来。你的学生是外国人呐？咋的？不行啊！快来跟人打个招呼。萨瓦迪卡。什么玩意儿？泰国语呢？啊！我一紧张整串了。Hello， 马英恩律师 ，very very， 这不好使，你明白没 ？The last two meeting。Yeah。他说啥玩意儿？你没听懂，你演啥呀？他说他很高兴认识你。啊，我也很高兴认识你。摇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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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摇你个头！你摇，你以为拐个弯就是英语了啊？再说你那急转弯，一下给我拐四川去了你。那个学到用时方恨少啊。你俩搁这嘎聊吧，那个我上街溜达一圈去，我找个地方杵会儿。哎，你干啥呀？我一上来你就撩，小挺待会儿得了。妈呀，这东北话说的挺地道啊，跟谁学的？那老师教的，咋的？哪个老师教的？我咋的？不咋的。好。那什么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。他呢是来咱们中国的留学生，他呢教我英语口语，我教他汉语口语。那个他叫巴沙呀。你好，巴沙子。螃蟹呀，还巴沙子。啊，他叫巴沙呀。啊，对，巴沙呀，天，听岔劈了。巴沙呀，那个这是我大侄子王小恰。你好，大侄子。哎，别震惊，我比他大，你管我叫哥就行。哦，对不起。
你好，大侄子哥。把大侄子扔了，叫哥。逗你玩呢。哎呦我的妈呀！你不行了，这逗我玩了，哥，逗的我都没法接了，这哥。别急了，来坐下，坐下来。逗我玩，哎呀。来，大傻子。你还挺会逗的你。哎，小米粒儿，他是你什么关系？他呀，我俩是发小。啊，对，发小。啊，怎么跟你说呢？就是。我们俩从小吧一块撒尿和泥玩，玩尿丸，玩啥药丸？那还能吃了吗？扔开当铺那开当铺，开啥当铺啊？这么跟你说吧，就是我们俩从小吧，嗡一下就长大了。哦，我明白了，青梅竹马。对，青梅竹马。两什么玩意儿？两肋插刀。对，青梅竹马，两肋插。咋还干兄弟上去了呢？哎呀，行了，你别在这捣乱了，我们要上课了。啊，对，你们上你们课，我给你们记点啊，45分钟一节课。小米粒儿，你大侄子哥好热情的。哎呀，他就那样，见谁都自来熟。来，喝茶。82年的茉莉。谢谢。82年的茉莉，那还能喝吗？啊，你把茉莉花标本给我泡了。小米粒儿，这你就不懂了吧？这是外国友人喝啥玩意儿吧，都讲究年份，咱们整个82年的茉莉不也显得有身份吗？是的，对呀、啊。那什么，八山呀，82年的茉莉老乡了。哎，小米粒儿啊，我今天找你来，有一个问题想问明白。啊，你问吧，什么问题？哦，前天你跟我说你要减肥，对吗？哦，要少吃饭。能吃多少吃多少，可昨天你请我吃饭，又对我说：“巴沙呀，能吃多少吃多少。”我是吃多还是吃少呢？你犯病了你啊！笑啥呀？这个我给你解释，这个是这回事儿。他减肥，告诉你能吃多少吃多少，是少吃。他请你吃饭，告诉你啥呢？能吃多少吃多少是多吃，明白没？明白。我们中国的汉语博大精深，一句话有好几个意思。比如呢？比如啊，老师问，门口有个雪堆的，谁把它铲了？小明说：“我去。”小强说：“我去。”两个意思，明白没？我有点懵了，是不是？嗯。再比如啊，嗯，小米粒儿和我约会。谁跟你约会啊？我说的是比如啊，小米粒儿给我打电话。嗯。喂，小倩啊，你要早到呢，你就等着吧；要是我早到呢，你就等着吧。语气不一样，意思就不一样，明白没？我糊涂了，是不是糊涂了？嗯。这么跟你说吧，你是别说了，你别在这打扰我们上课。他说的很对，你知识很多，我以后要向你多学习。哎，你别向我学习，要向小米粒老师好好学习啊。谢谢你。小米粒儿，你大侄子哥很有耐心。哎呀，他那是招人烦，别理他。那个，现在咱们开始正式上课了啊。哎，你刚才不是问我吃多少这个问题吗？嗯，啊，我现在给你解释啊。一个呢是强调吃这个动词，所以吃呢就是让你多吃的意思。所以这么说，想吃多少吃多少。那一个呢是强调少这个形容词，那就是让你少吃，限制量的意思。所以说起来呢，就是能吃多少吃多少。为什么不强调多呢？哎，那么说话会很怪的。怪吗？不信你听啊，能吃多少吃多少，是不是挺怪的？现实中谁要这么说话？老师讲的太好了，那赶紧喝茶吧，一会儿来。来，喝茶。停。能喝多少喝多少？你猜，我是让你多喝还是少喝呢？王倩那么讨厌吗？小米粒儿，他太可爱了，你真幽默。有喝。太苦了。苦啊。嗯。喝这个。这是什么呀？
金罐加多宝。嗯，好喝吧？味道好极了，是吧？哎，这味道甜甜的，凉凉的。哎，我告诉你们，我附近这几天在沈阳的自贸区准备洽谈合作项目。哦，我可以建议他把加多宝引进到欧洲，做欧洲的总代理。厉害了，你这厉害的呀！哎，这里面都是什么呀？这么跟你说吧，加多宝凉茶，据现在相传有200多年的历史，这里边有金银花、菊花等，其他我就不知道了。它的生产过程相当严格，我也没看过。还有一句经典的语录：大金链子，小手表，一天3顿小烧烤，吃烧烤必点加多宝。那先喝加多宝呢？一点烧烤啊，赶紧吃吧，赶紧吃吧，快来。哎，这烧烤的味道也挺好的，是吧？谁做的？我做的。你做的？你太棒了 ！I love you。你亲我干啥呀？我喜欢你。你喜欢也不能亲我呀！哎，别！我这看你咋这样？美女亲一口就亲一口呗，有啥不乐意的呢？我亲你，你乐意不？我不乐意。那这不就得了吗？你亲我干啥？给我赔礼道歉。我喜欢你才亲你。你是不是傻？是不是傻？你瞅瞅你那基因，你要真娶了她吧，给你改改，那不比整形来的彻底吗？你桃花运来了。这哪是桃花运呢？这不桃花劫吗？你不能喜欢我，你要喜欢我，你就遭罪了。谁说的？你温柔、热情、幽默、浪漫，懂多多，会做饭，这样的男人很少见。我不会做饭，这我头一回做。你第一次做饭就做得这么好，你太有才了。我一天就知道玩，会玩的人才浪漫。我从来不干有意义的事儿。那你是干有意思的事。我天天在家待着。哦，你是个顾家的男人。他疯了，他疯了，他赶紧救救我吧，他疯了。啊，那个什么，巴山，你听我说啊，他吧，他确实不咋地。有一回吧，他说请我们一帮朋友去吃饭，等到买单的时候呢，他人没了。你说这多不地道？是你们的不对，为什么要让他请客？不能 AA 制吗？这巴山的，你听我说啊。你指不上我，你知道不？我胆小，我根本就顾不上你，我保护不了你。我见着毛毛虫我都吓得哭嗷哭。哎呀，哇，你好有爱心，小饼链。准备聘礼吧。既然这样，我跟你说，我就实话实说了。我已经有女朋友了。谁呀？她。哎，别听他，我不是啊，我不是啊，你撒开我，你多好的姑娘，美女好。哦，我明白了，你喜欢小米，小米不喜欢你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我还有戏，我先走了。哎，你干啥的？我回去给我爸爸打电话，让我爸爸明天来看他，准备好加多宝。嗯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我的妈呀，这个咋整啊？小米粒，我把我说的这么坏，他都喜欢我，这真应了那句话：男人不坏，女人不爱。至于吗你啊？啊！小米粒，你救救我吧！我咋救你啊？当我女朋友。哎，小米粒。